有过过这样的半夜的被人破门而入的生日。正常呢，今天工作本来要很晚才收，但是现在是6点就收工了，然后因为太早了，但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准备惊喜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在房间里面火速的打气球，他现在已经去按摩了，然后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等会儿都准备好之后再拍一个视频，等会儿见。Later. 此时我们进了客厅，并没有发现易姐的身影。原来是在卧室，于是我们就慌慌张张准备装饰。哎，挨到这蜡烛咋还点不着？完了，转个身杯子还给摔了。谢谢平安，赶紧逃跑。放个礼炮缓解一下尴尬。更尴尬了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重新放一个吧。鲜花、眼镜、生日皇冠、蛋糕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当然还有生日歌。半夜的被人破门而入的生日，你以为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姐，生日快乐！男人最好别打扰，影响事业，好好好。我现在只想吃口蛋糕，这最重要的。就是啊啊！啊你的生日我好快乐，果然是生日快乐。